狄龙呢日同太太陶敏明一齐亮相电影《我来自纽约二：当我们在一起》嘅慈善场。今次系两夫妻咁多年嚟第一次合作拍电影，狄龙大哥一定系费尽唇舌先说服到太太复出咧。他主要看了这个剧本，他说如果让其他演员去演呢，可能出来的效果没这么好，所以他也乐意跟我一起啊把这段戏保留下来啊，再过十来年再看看，我们也觉得挺好的，挺温暖的。今次狄龙大哥亦都同仔仔谭俊彦父子档演出，对仔仔嘅演技又有咩评价呢？他很努力的，他很努力的，他有把这个角色都演好。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就是要如果还有这样的剧本嘛，我要征求谭俊彦的同意，要比较民主一点的，我不能说爸爸叫你演你就演，不能这样讲，到时候再说了吧，到时候再说了。